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326集的节目。今天的话呢，又来到了魔物猎人和变形金刚的 OK， 就是伪联名时间。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小李的话呢，用了泰坦回归系列的伏魔下去改造的。这个看到这个龙头的话呢，应该非常熟悉了，熊火龙利奥雷乌斯。那么龙头的话呢，就直接的把它背在后面啊。这个的话呢，是小李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了啊。那么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身上呢有一对刀和盾，这个呢是用变形金刚的这个，应该是Voyage Class 的 Artemis Prime 的盾吧，还是 Leader 级，我忘了啊。这个感觉是，反正就 OP 骑士科波文的盾，还有骑士科波文的一个这个长剑，小李做的。那它是一对剑跟斧，但其实它的话是可以互相组合成一个充能斧啊。这个充能斧的话呢，是魔物猎人比较后期出现的。那这个武器其实我没用过，因为我在玩魔物猎人这个边境的时候我就已经退坑了啊。之后的话呢，就是只有看着网友在网络上的一个对战的一个画面，哎呀，并没有实际去玩过。稍微转动一下，哎，就可以呈现出另外一个风貌，非常好，非常好的一个设计。我只能说，非常有梗，而且呢，它呢在变形成龙形的时候呢，是很巧妙的去变成了一个龙的一个尾部啊。而且它这个造型的话呢，就是特别有做出熊火龙的末端的话呢，这个尾巴末端确实是有着一共是六根刺啊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一个对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给各位示范一下它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。首先的话，我们先把手部呢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折到这。好，手部的话呢就算变形完成了，这边翻上来。它的一个变形流程呢跟这个泰坦回归的伏魔基本是一样的。再来就是怎么样呢，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打开，整个腿的话呢就给翻开了啊，翻开，整个翻开，然后脚的话呢就收到内部去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这边整个都给翻开，然后脚的话呢给收到内侧去。好，那么呢这个其实是给对整个都给翻开。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翅膀的话呢到时候就是会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翅膀会在这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龙头的部分呢往下面放下来，转一下，把这地方往上推，然后把这个龙的脚呢反折下来，再把这个翅膀这里反折。好的，那么呢它的一个龙头的话呢，因为这个球冠的这个开口啊是只有一边，所以它的头的话呢往上面抬的话呢就是有点局限性，它到这已经是极限了，已经是翻不上去的了。然后翅膀的可动比较大，翅膀的可动比较大，这个翻折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二头肌转一下，不对，应该叫对，也叫二头肌也没错了啊。然后呢这个最后的话就是我是建议说是把这个头翻转一下，然后原本头领战士的后面这个脚我们把它给翻出来，然后腾出这个空洞，这个空洞的话呢就是要这个安插了原本的一个武器的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然后呢由于这个球杆开口在这的话呢，它会造成一个尾部比较容易下垂，如果你要稍微调一个角度，我会习惯把它转一下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一款熊火龙的一个变形就算 OK 了啊。那么这个转一下这个该有的一个角度，配合这些外摆内收啊什么的，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出飞龙的一些动作。不过毕竟啊是一个改造的一个作品啊，它在一些关节的可动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局限性。可是呢我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整个一个相似度已经非常的高了啊。这一块部件的话干脆还是要翻折这样啊，这一块部件啊，这怎么个放法，应该是没有固定的放法吧啊。好吧，我们就这样子放吧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觉得它的话呢，来看一下，首先啊我们讲一下，我要赞美一下它的一个自己做的这个头。首先是这个形状做得很像，然后两侧的这个甲壳造型，眼珠也是致敬到游戏里头的水蓝色。然后火龙的话呢下巴是有尖刺，如果雌火龙会更长一点，对不对？它那个嘴巴的话是可以张开的，但是因为是改造的，用一个补土的，所以呢我就不太敢用力去掰，但是你知道还是可以有一个张开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。
然后翅膀上面的话呢，也有这个翼膜上也是有一个简单的涂装，这个是跟游戏里头的火龙是一样的。当然最生动最有趣的呢，还是把充能斧变成这个龙尾巴的啊。然后这个脚的话呢就比较短了啊，很可惜，因为这个局限性啊，伏魔的这个母雀的腿就只有这么样一点点了。放在桌上的话呢，是可以把它立起来啊，还是可以立起来的，稍微去摆给它，这是一个球杆啊，稍微摆一下 OK 吧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大家做这一款童话改造的魔物猎人熊火龙，然后用泰坦回归的伏魔下去改造。那么这一系列的改造作品的话呢，未来陆陆续续呢还会在节目里头推出。我也很高兴呢能够在一个节目里头呢同时满足我两个兴趣，满足我两个坑了啊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期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